看看今天天气特别好啊，现在都好多人来赶集的，全都堵车了，都过不来。看看这生意多好，开门红，一人就买两盆，一人先嫁接的谢兆莲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刘健。今天呢，我又来到了我们玉口大集。今天天气特别好，现在呢9点钟了，上集赶集的人特别的多。我现在也带大家到里面转转去。看看今天赶集的人特别的多啊！玉口大集80%-90%都是好天气。白菜呀，多少钱一斤？白菜还6毛钱。还6毛钱，这便宜呢！大家要想吃大白菜的，上我们玉口大集这来买啊！看看这师傅这大车白菜，今天买一捆这大葱多少钱一斤呀？啊，1块啊，上集也1块。啊，这节买大葱改买了。是吧，买一捆现吃的，咱这肯定没多大是吧，多大呀，1块钱一斤呀。看看这么一会儿，这个半车都下去了。1块钱一根了，随便挑随便捡了。1块钱一斤大萝卜更便宜啊。这还有一大车卖也是1块钱一斤。这苹果咋卖的呀？多少钱一袋啊？1.8块1.8块一斤。这一袋有多重量的？多少钱呀？20多块钱。啊，也是这斤腰一下是吧？啊。大葱卖的。啊，这富士苹果1.8块一斤。看看大红苹果还挺好。再看看他们这卖花的。看看这菊花，各种颜色都有，非常的漂亮。现在正是卖菊花的时候。看看这大白花，多漂亮，多好看！好几种颜色。你咋不弄？这菊花也是各种颜色全都有，15一盆。我又来了，我也是回头客，我再买一份。不上，就这半斤的这份，这是7两多的。我不说瞎话，你上哪儿买也没有利息的，我也不说瞎话。您这多少年都不变味儿，卖香油的变味儿就是这个味儿，他别说没人。这都是第一次上这买，都20。下次再买23，您买5盆也是23。下边有100回。这一袋3斤多少钱了的呀？10块钱3斤。对，哎呦，这便宜啊！自个家的啊，真够便宜的这蘑菇。这边这个蘑菇咋卖呢？10块钱一袋。啊，这10块钱一袋2斤的，这是。这小蘑菇也是10块钱2斤。芬香的菠菜、香菜、韭菜，这都也都挺便宜的啊，都不贵，什么青菜都有。胡萝卜、白萝卜都1块，现在这大集的1块钱一斤的蔬菜特别多。这个芥菜咋卖的？多少钱？8毛钱一斤。啊，又便宜了，上集是1块。香蕉2块一斤，豆腐2块一斤，无核蜜梨都2块一斤。香蕉、海南16条，豆香16条，冬枣5块钱一斤，又脆又甜。哎呀，那小白萝那么漂亮，多少钱呀？10块了。哎呀，真要便宜，给我留一盆啊！上季我都没买着，哎呦，你又买来了，真要好。圈里大姐又买花来了，每次买花都能碰见啊。还这小花多好看呀！您来2盆。对，您要这两个，这俩好看，这颜色漂亮。好了，这次玉口大集刘姐就带大家逛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